我现在有点迷失了啊，不太清楚现在自己在哪儿。但是我旁边也是一条小小的商业街，我发现在柏林呢，这个超市是非常的少的。你比如说在这个匈牙利的话，你随处可见一些 Tesco 啊，或者是 Spar 啊，或者是这种 Lidl 啊，这些超市。可是在柏林的话，我到目前为止只见了一家，而且我已经转了基本上大半个市中心了。但是这种小店倒是蛮多的啊，尤其是饭店，民以食为本嘛，楼头不太高，里面